今天这场比赛刚才也讲到了，对于这两队之中很多同学来说，可能是大学生涯的最后一战，所以教练在这场比赛排名赛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调度用兵，可能也让很多这种即将毕业的学生那上来做表演。对，没错，台底大又是一个漂亮的拦网，我们看慢动作，对，梁志轩单人的一个拦网，非常的兴奋，他自己很兴奋，对，可是这种庆祝我绝对不能够面对网子来庆祝，不行，一定要背对网子。